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来宝可梦剑与盾 S8BF，保证会有闪卡的高级扩充包，积压群雄。来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都市传说。什么叫都市传说？我们一包一包称它的重量，一包一包一包来称它的重量啊。然后我们先从最重的，因为说什么闪卡比较重的部分啊，然后会有比较机会出好卡啊，那我们就一次给它全开啊，当然分很多级啦，因为我要一个称重哦，来。二四六八十，十包没问题哦。十包在这边，我们放在这边。来，磅秤。我这个磅秤呢，是可以测到。我这个磅秤是可以测到0.001的。来，所以我们一包一包来称一下。来，第一包。啊。需要纸笔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对，好。来，第一包116.25，116点，哎，二零。第一包116.20，哈，好，第二包115.25，我觉得看需要第三包，来，你们有反光，好像看不太清楚哦。来，我把它关掉啊！116.20，所以116.20两包，好，这两包是116.20。你先写，好，来弄其他笔记录一下好了。来，116.20跟115.25，好，来第四包。115.7，第四包115.7，第三包，第四包，好，第五包115.55，115.5，好。哦，不是，是11.625，11.620，11.525，11.57，这包是11.575，然后11.6，来，接下来12345，第七包115.25，115.25。115.25两包在这边，这两包115.25，第八包11.515，来第九包115.25，115.25有三包，好。最后一包116.95，好，所以最重的是最后一包，这一包，来，磅秤先拿掉，来，好，开灯，来，我们先从最重的开始，11.695，说错，是11.695，来。11.695哈，11克，11.695这包是最重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最重的能开出什么好东西。来看一下，这包是最重的啊、哦！来，基本能量闪卡，哦，基本能量闪卡，血吞虫，伊布。
象征鸟，鹿梨娜，道具拆除器。好，闪卡在下面的奇鲁利安，萨穆德猴子还好，肯泰罗也还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阶进化火一步，哎呦，有好东西喽！一阶进化火一步，带这个是谁？我有点忘了，他带的是好像是小帽，小帽是吧？是吧？好，然后再一个黑马雷冠王，好，这个是最重的一个卡包，出这边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来先把它记录一下啊。好，那最重的开出来的算是有开出一张火一步全图，算还可以啦齁。那、啊、我们就先把它放着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115.25 有三包， 116.95 116.2 的有两包，这两包分别都是 116.2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来，积压群雄全图一次给它开一下啊。来，这是11.62， 我一直说错，11.62。来，第一包哦，基本能量卡，锁真宠，哦，火一步还可以哈、哦，来，冰气儿，哦，哎，一级的魂度灯笼。玛丽啊，潜行能量，哎，卡比兽啊，基础卡比兽还不错啊，这只我还蛮喜欢的。来，沙奈朵哦，闪卡来后面，哎，迷你 QV Max， 再加上一眼狗狗全图，哎呦，感觉还不错哦哦，来，所以最后两张就是。迷你 QV Max 跟岩狗狗全图，这是第二重的哈、哦、的其中一包。来，好，那我们把那个 V Max 跟那个 V Max 跟那个岩狗狗全图先放这边一下，然后呢，11.62的第二包，来，这个是第二重的，在里面第二重的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，这一包会出什么？来，基本能量卡哦，不多说了。东东鼠，漂浮泡泡，来，再来雪莉怪，嘿，皮欧尼，第一次拿到，第一次拿到皮欧尼，好，来，好，消灾手套，哎，这我也是第一次拿到，水之塔也算是我第一次拿到，哦。二阶进化喷火龙，哎呦，喷火龙一直都是一只很贵的东西哈。虽然它没有25，但是它是二阶进化喷火龙。以普闪来讲，这张算不错了啊、哦。来，再来，顽皮雷弹，后面是哦，连级五到十 V Max， 最后一张，加勒尔。杜兰熊二阶进化全图，说真的，以这两张这两包最重的来讲，算是还不错，这真的是还不错。好，那已经开了三包了。好，来，以目前来讲最重的开起来都还不错、哦、各位不知道怎样，那我们接下来、哦、那下一片我们继续来看，来看一下第三重的，第三重的就是11.57的，好，来，哦，我们待会见。